大家好，我是无情小美妞，带您两分钟看完《如意芳菲》第十集。眼前黑暗笼罩，傅蓉想起了做过的那些奇怪的梦，自己躺在棺材里无人问津，四壁被血手抓的到处都是鲜红的印痕，吓得他连箭矢也扔掉了。徐静察觉不对，走上前轻轻将箭矢放在他手上。傅蓉像是突然有了底气，赢下这局。围观的有人激动，有人败兴。九叔已到，侯爷夫人拉着傅蓉去看病。九叔把完脉对侯爷夫人说，傅蓉的确是风寒，不过还发现她是极阴寒体质，将来怀孕只能生女儿。这下侯爷夫人当然不认这门亲事，找了些不知检点的由头羞辱傅蓉。傅轩在外听了又听，最终还是进来理论。最终侯府夫人命人取来傅家庚帖，傅蓉立刻拿出张燕的庚帖，两家交换退还，信都侯与傅家再无瓜葛。出了侯府门，傅轩早就知道傅蓉打的什么算盘，就这样将自己的婚事退了。徐静也出来将手镯交还给傅蓉，傅蓉戴上手镯，两尾交叠正好印出如意楼的图案。徐静一紧，前去傅蓉质问他，吓傅蓉一跳，他又不是犯人，要是真怀疑就派人来抓，来严刑拷打呀。傅品言被自己这个女儿气得不轻，婚姻大事问也不问父母就退掉了，他气得要打傅蓉。傅轩立刻揽下责任，并决定带傅蓉去云罗寺清修，好好收收心。董方里做的事被写成信件送到了徐静手里，且送信之人与如意楼不是同一批人，这背后之人想必是要拉徐静与董方里下水。徐静今日看到傅蓉手镯上的如意纹饰，可他怎么也没有抓来审问或是怀疑的冲动，其中缘由只能问他自己。董方里府上，一是叹气，董方里也叹气，幼子董文病情实在不好，若再找不到绿天葵和火里虫，怕是无药可救，安抚好董文。回到书房，如意楼楼主早已恭候多时，要他三日后去成王府，一步踏错步步错，受制于人。如果他放出的硫磺爆炸，如果百姓受伤，董方里都是千古罪人，他不得不去，去沦为犬牙。伍佰起抱着一只狸奴又来湖边打趣傅轩，放下狸奴没说两句，转身一看发现那只主持的狸奴不见了，于是两人还没吵嘴两句，只得分头行动去找。天黑，傅轩还是放心不下那只小狸奴，提着灯笼又来树林里找，烛光燃烧殆尽，昏暗不能视物，却正好撞见也在寻找狸奴的伍佰起。听闻一处有狸奴轻叫，循声望去是只雪白的小东西。董方里到成王徐茂的府上，心中是一千个不情愿，成王能与这样的人合作倒是轻松自在。硫磺已经经董方里的手印出去，可是还差硝石，硫磺配硝石，天知道成王想干什么，但系上贼船便没有什么清白可言，除了被要挟，董方里别无选择。柳如意在密室里翻看关于董方里的消息，得知董文的病需要罕见药材，令手下将两位药材一并送于董府。云罗寺的墙可关不住傅蓉，他此刻早已上街瞎逛悠来了。安王小跟班突然出现，他们一起看了一出皮影戏，一生一世为一人，傅蓉为美好的爱情所感动，走时又与安王约好明日再来看皮影戏。翌日，安王拿了自己写的戏本子，请老板今天演这个，但故事开讲直到结束，傅蓉也没来。文行上来禀报说，傅家两位姑娘一早就离开云罗寺走了。傅蓉没有回府待多久，拉着弟弟傅官去红村别庄，居水先生有事找如意楼，此刻在小筑内等着楼主大驾光临。为表诚意，他摘下面具，如意楼请他静候佳音，但突然问起了傅蓉。楼主明显神色有变，依然答道，不曾听说安王又岂是那样好糊弄的人。如意银楼的掌柜柳如意就是江湖如意楼的楼主，得知董方里最近总往红村跑，徐静也追了过去。红村别庄里大包大包的包裹搬运着，傅蓉卧在躺椅上，最近整夜整夜做噩梦，能休息一会就休息一会吧。谁知弟弟副官却嚷着要去看鹅，傅蓉只好带着他钻进林间的一堆鹅群里。鹅看着温顺可爱，但追起他们姐弟俩跑也着实可怕，谁让傅蓉手里攥着小鹅仔，不追他们才怪呢。忽然两阵树枝拂过的声音，身后的鹅被驱赶到一边，徐静暂时保住了姐弟俩的安全，放了小鹅。副官拉着徐静的衣摆感恩戴德，徐静和蔼地看着副官，可姐姐一说话，徐静看向傅蓉，脸立刻霎时由晴转阴，因为怕被鹅在追赶奔命，傅蓉瞎编了个值得怀疑的罪名，诓徐静送他回别庄。等送到了，徐静又主动怀疑起傅蓉，万一他向敌人通风报信呢？于是傅蓉就时时刻刻跟着他，这方案正合徐静意，亲制作不易，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。